叔啊，你下来转弯干嘛？叔啊，呀，非要疼来了，非要疼。我转。不讲，我转。非要疼，你不好好上课干啥呢？来下。非要疼。后胯，虽然后胯也没有转。后胯给我摆正了，出岔什么的。刚下课拿手机玩呀，快点快点出来，勾脚踢100啊，快点，勾脚使劲踢上去，手叉腰，后背往上拎住，别扣胯，什么玩意儿？黑屏。可以放松一下啊，把胯放松一下，我们就去啊。一会儿盘带，我把盘带底下做的时候，也是一个人在转盘。多找这种感觉正常，还是转？谁脚可以掉下来啊？哎，你们所有人都换成那个蓝色的砖，不要拿紫色的砖。现在换这个砖，哎，全部换成这个砖。紫色的砖太大了，就这个砖。这个砖谁掉下来了啊？奖励。半胯。嗯。倒地1000个数。你还抬头看你一个脚，胯完放了吗？还看着研究呢，踢完了吗？踢完反面上。可以了，好了，那样的话我们就继续转，一会儿把抬头再一会儿啊，把抬头再摘掉，不用脚背转，来赶赶对不对啊？把三十八脚放上去。快，大兄，大兄在旁边。两个点，脚跟往外。
胯根去转啊。立直了，快点！对，调整一下啊，也就是大宣了。贝亚腾。对，那两个脚。贝亚腾。准备，对，转开。看见了吗？这不大宣。转啊，对，七，好，一。小宣在这儿。好，腾空的，五八就举起来，但是手就要腾空。五八，五八里的屁，没课了吗？今天是不是就要放假了？别让我看你们屁股在那坐着啊，怎么转？好，转。要用胯根去转，不要用手去拧它啊。可以干看大学。记住外力，外力记住外力啊。跟狒狒连个麦，谁给他连麦？转，慢慢的转，为什么让你慢慢的转？慢慢的感受这个胯根去怎么去摩擦这个骨，怎么才去转开，好吧？自己感受啊，感，自己感觉一下这个胯，怎么才能这个转过来？这怎么能找这个转的感觉？不是让一个下骨递过来，没有用，感觉。啊，他导致感觉之后，自然而然就很容易的。对，好，现在我改了啊，那我去客厅里看，看一下，可以吗？我就知道了。肚子不要先紧啊，肚子要转。但不用太大胯，踩那块。脚对，感知一下，感觉骨头没有？怎么转？慢慢的感觉一下，不要用这种外力啊，把那手一撑起来了。最前面脚再转开。你没事吧？你靠前面外力转开。胯啊！咋了，小轩？这家伙在那自我感动呢，在那。看看他们在转胯。这得看着直的，是的，下边顶着转，上边顶着转。去吧，去上课吧。好好上课啊，别在那儿偷玩手机。拜拜。你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觉了？肺呀疼。哟，说的你这么高尚，有点不习惯了。把脚转开，胯根往下放。
这俩。选这个，是吧？连脚撞开，脚背往里延伸，撑出去。这就快好了吧？快了。转。没啥问题，他最近有点演戏啊，太入戏了，入戏过深。可是有这些转转的这个过程中啊，你的脚背、膝盖窝千万不要去松，一松特别明显，特别疼。他的身体不要去晃，始终是立直的。小艺是表演艺术家，我跟你说。对，力度不到，对不对？然后膝盖窝也是往下压，膝盖窝往下压，脚不累。抓地，转转，那么抓地，转开，转开。下去，准备五百数，数。转，对呀，到在这个上上眼这个地方，到位，转胯，变变正，转，转胯，转胯。小轩呢？小轩那是面壁思过呢。小轩好腿呢。转。小轩、小易，嗯，都在这儿呢。对，膝盖脚不对，膝盖打的不要松。转，来吧，一起帮我们点点赞，来把赞我们先点到5000，好不好？小赞点点啊！感谢各位老铁。不要松啊！我刚刚看到你们肌所有的肌肉都是收紧的。够好了，脚丫抬住，主力腿膝盖，干什么呢？一会儿小胯、大胯、叉，听见没有？不行，所有人要起。看看那个摆烂。屈腿，横叉，屈膝，小胯，听见没有？下走，横叉，大胯，小胯，啊，这是，赶紧出事的。小艺考啊，考中关。头发乱了，对。头发长得有点随意了，现在。多少了？多少了？快！来，那个，心眼往下。自己梳头吗？对，就给放下。梳完了，梳完下。小艺考，你们都小艺考的啊。嚯，这都沉不下来了。快点，你这就在摆烂磨叽是不是？因为你们的软度没有达到一定程度，软度软的话就软一打开就软一点，是不是？100啊，快！
U T 啊。打平了压，打平压完之后，把再打多100次，啊，又再转一膝盖往上，上勒一点，这是100次，再往勒，再勒一点，勒一点，对，稍微杯子型的，100次，你要往下打100次，那就先搁脚的，不要搁脚的。看见了吗？来米高这边可以关注一下主页啊。米高问题可以打到公屏上。这样吧。住校对。找一点这种质感啊，找一点这种质感啊，脚背要求快点来正，对，对了，你过来，对，正了，对了，放松，不用看，你放松，它自然而然就下去了。不是，对，对了，你别让我说。跨个晚安晨。对，往下压啊，是平的，没有没有，屈膝。哎，自己找一个两边的，怎么才能脚下压？麻了吗，轩轩？麻了，再木一会儿啊。500多时候。别给我这样说。下午好，下午好，新疆的朋友。后背往里。腰子那儿不要去腾空，对。白烂的家伙。关了吗？拿会儿垫子。拿会儿垫子，快。没有，小易没。膝盖在往上提啊，老公站，往上提，提膝。小易没哭。小轩哭的。去那儿，去把那两块砖拿出来，横叉，怼着墙。小易开心着呢，去那边，去那边，把那个拿出来。脚背了，都是收紧了。你看子轩，你就是膝盖，一伸直，脚背这么延伸，老实看看，你是收紧的状态。现在对了，再往上，膝盖。快点！不要去晃，各位，放松，稍微放松了，用你的两边脚抬压。没有，那个到最后了。把自己的膝盖啊，往上去提啊，老提一个大胯。睡觉了，晚安。晚上提。这个点就睡了。提开。去吧，睡觉去吧，拜拜。我要
松啊！我再强调一遍，给你练，不要给我松。继续膝盖往上走啊，走，横叉，膝盖往上吸，来横叉。打开的时候就要延伸出去了。哼哼，肩膀可以分得宽。怎么了？还下不去吗？来，躺下，对着墙。所有要松，把脚背往延伸，延伸出去，啊。伸直。200个数。下。上一节数，谁数得快，给一棍啊。手拿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手拿走。9、10。能不能听懂说话？手拿走。我跟你说，你撑不开，你会一直疼。必须得撑开，我告诉你。够脚。你脚背松了，你这个才要松了。今天到不到地上啊，所以到不了地上，今天就一直练，明白了吗？就这个动作。小易有点入戏太深。来，放松。就是听到节奏啊，打几个横叉，横叉也是打横叉的时候运动行，只要打上 V 就行，没有用啊。快下慢起，快下慢起啊。嗯。应该是我在监控里边看着，看着走的可好了。一见老师就瘸了，我去。呵呵呵呵，这也是。我让你起来了吗？快！
对，打胯。两个脚同时开地。手别在那儿，打开打开就好了，不打开永远是这样。先踢腿，打开腿，打开。先收。过来，我来给你解了。下课了，又快了又快了，看镜子，我让你踢的时候看镜子，你看看自己对不对。嗯，你哭的吗？对啊，一会儿你也冲我。你看看哭了吗？都踢哭了呀。
大屏。喵喵，我看你的臂展。你期待我怎么样？就是月主给你先充好了，充完后拿下臂展，转往那边转，后身是转过来，然后坐，前屈。你听我意思没有？不行，一个一个来，宝贝儿，我是一个一个进来啊，不要着急。来，咱面朝后，打开，站脸平的，肩膀，可以，那个子线倒好，肩膀倒好。这叫双手侧扭举啊，这叫把手指尖往里面伸。尾椎骨啊。肩膀沉下来，陈段，手指尖往远伸。特别的，侧扭举，是不是？往下，大屈的范来，看左转，好，一，二，对。伸右脚，再伸左脚，右脚开始绷脚背啊！这个坐的时候，所有人的脚背膝盖都压住了。不要再去提醒了，没有人去提醒你们的膝盖或脚背酸手。拿花指轻轻点地，对不对？还用说吗？往后脚，脚腕弄到膝盖往下压。脚踢前去，一，脚踢大脚，我眼伸，绕眼走，重心再往前走一点，又扣胯了，你现在，对，起，你看，走，回家，老弟，好，这个膝盖弯啊，你的膝盖弯是看到了吗？啊，膝盖弯，走，拎，玩拎。对了，这样会扣胯吗？往边竖上，一开始一。是的，因材施教，各练各的。对，没关系，先试一下。哪儿不好练哪儿。每一个人都要做一次。然后是双手，看到没有？双手勾起，记得大。现在锻炼不错啊，成功的腰和大脚大，靠长一点点。抓住，勾起，手大家手，手打开。一样的，转红上，重心，我转你的腿，我靠，靠我在前面，你往那边转干嘛？我，集中注意，是吧？嗯，小背，再转，让你没看，练舒畅，练舒畅，刚才咱们练了，对不对？所有的膝盖和脚背锻炼了啊，我转，然后去扣啊，我先趴着，一拍，胯靠后面呀。现在小何做的就是考试的一些流程啊，考试的流程。给他们每天都会过练到两遍，然后让他们去找一下感觉。这么多细节，不要再说了。一样，向上转起，过来过来，抓，抓住，转起，哇哦，两遍，累出汗了，收，我到，就说到这里了，我躺下。好，起腿，过来这儿，横叉，里边，扣胯，你就不要跟他们练扣胯，我看你扣胯，告诉你，进去，扣胯，拿砖放那背，听懂吗？我这个，现在打横叉，对，胯对背，好，屈膝。屈膝的意思就是变成大胯了，能听我意思没有？是的。小胯。
小一点。他不是胯疼吗？那他今天必须下去。就错。他现在还在表演，等他累的话，他就下去。你干什么？你干啥？你干什么？对，干什么？蹬墙也行，蹬起来。好，对。地上，你不要回家了。看你所有人的状态、微笑，就跟你考试时候一样的。你现在都拿不出来，考试时候怎么能拿出来？啊？敢自己是神仙吗？现在不练，考试时候就能下去吗？看你们表现。自己争取啊！看你有没有回家机会，就看你。微笑。把你表情给我控制住。今天这一套啊，初试难易的，难易的一套考试内容，说明要下次我再教你们，比如说北舞的、唱戏的，每个学校的考试内容我们都要过，每个学校的都要去过，都要去练，因为每个学校的标准都不一样。青青之舞，通过对迅速把膝盖蹬起来，身体不够，跟上我们之间的一样的摆正，虽然都是歪的，也是这样，没发现？我这边也是，对，你就在小叶旁边看着他，对，好吧，通过。是看着他还是看着他？前脚转开。对，你要记住，你现在所做每个动作前脚必须转开，不多，100个。开始，上身不动，就动一个动画，我蹬直，举把一下，迅速挺直。对，这个怎么了？要下，这一组，好吧？挺直，再3秒下去，挺直再3秒下去。挺直的挺直，你没有让我挺直，迅速挺直在后胯才变道，你挺不直你白练，不要凑数。我们让你练别的，对不对？我这样练很快了。站立下腰的时候啊，一拍抓住脚，都是一拍的。今天告诉你们啊，一拍抓住脚，要练，达不到这个要求的，把这边方面去练。别小心，不行呀、啊，这个垫子太舒服了，那不使劲儿。
开始抓住脚，抓住，各位听我说，抓住，迅速，不要手再往上拨了，没有时间给你摸脚，抓住，迅速把胸腰往上一立，明白没有？迅速立胸腰，不要再抓住脚。等你到五点下不去，好事不来了。直接就是下腰迅速抓住这个腿。等你一拍刷到五点下不去就不来了，不来接你了。有什么用啊？我再给你十分钟让你爬吧。对不对？都是一拍。快点。所有考试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拍。不要野啊！那监控里边跑的也挺欢腾嘛，他一见老师就全了。行吧，把半拍必须抓住。快点，不要抗拒，你必须得反抗。注意内腰。小心进来，回。上周没有，这周要。每天都要做啊，迅速抓住啊！来吧，去吧。大轩，今天上秤多少斤？今天早上多少斤？声音大一点。几天了？是不是还有两天？还有两天啊，你看着办啊。小易是谁是吧？就离镜头最近的摆烂的人就是小易。表演的。好了，我们再播十分钟啊，播十分钟下掉了。王远山啊，一脸鸡飞狗跳，是的，平时跑得挺欢腾，一练功就腿疼。去这个回去一趟，快点，那是杵着干啥呢？
练啊，早上练功的啊。早上给他们练练体能。对，后天回来。周日，对，周日回来。亲爱的人，你看你开心的，搬人烟的时候你在笑。欣然，那个大轩笑你啊！好了没有？好了没有？说话，张嘴干嘛的？声大点。好。来，下次让我看。再见。快点。再快啊！泡泡想吃啊！不夸，不夸。混姐，嗯，一下就正了吧？是正了，那都挺好的。哎，漂亮！这反应挺好，一拍咔出镜了。这一巴掌怎么样？什么时候得？下次拿针扎你，放心。呵呵呵呵呵。让自己带好了，我要走。温姐，后腿膝盖伸直了吗？后腿膝盖，对啦，你怎么每次留一点让小北老师啪啪扇你，拍你两下就好了。感受着自己活动看正的是什么样子，来给你拍一下，你看看啊。后腿膝盖再伸，再伸，脚尖，哟，没电了。干嘛？待会别动，让肌肉长长记忆啊。后背，手指尖往远，那推了个地干啥？正了，真漂亮，是的。正了，确实很漂亮。这还修在地上，至少都有缝儿，你看这个，是不是？现在来听听，又晃了。这才叫动静，你那叫跟我玩儿，动静。好的，五点要是过关了，做到了，发消息给你啊。周一过来的时候，你这还感觉不到多少处理啊？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哎呀哎呀哎呀，那个小表情。对呀，我看那张呗。你看怎么样子？请讲。转转再转，再转。转再转，你可以的，再转，绷脚，再转，还有一点再转。不要去看，但看了它就能转开吗？感知那个后胯，对不起。这边。
哪儿不好练哪儿，哪儿先解决他的一些毛病吧。再转开一圈圈。肩膀，看镜子别老低头，我发现你老喜欢低个头。你要习惯考试也低着头吗？我做完了都不知道谁做的。六年级啊。好了，一课了啊，我们下播了啊，来没关注直播间，关注一下直播间啊，晚上可能会开一会儿啊，拜拜了各位，拜拜。